欧美嘴唇怎么画？首先呢，背一支唇线笔勾勒出唇的边轮廓线，嘴唇薄呢可以往外扩一点，嘴唇厚呢可以往内收一点。唇型画好之后，背一款丝绒雾面哑光不沾杯唇釉，填充在我们嘴唇的内侧。这款唇釉呢，刚涂上去润的，干了之后呢，它是雾面哑光的，防水效果呢非常好，一整天都不会脱妆。干了之后，我们喷水做一下测试。 用手去摩擦，用纸巾去按压，都是不容易脱妆的。今天我们涂的这款颜色呢，是很多姐妹都很喜欢的杏仁奶咖色。这款颜色可盐可甜，低调复古又大气的一款颜色。戴口罩不会粘在口罩上面哟。